Hello, 大家好，我们上午的 session 就正式开始了。So we will kick off today's session right now. Our slide is written in English, but we will use Chinese to explain our presentation. If you have any questions, feel free to ask us in English or Chinese. Okay? 我们先做介绍一下。今天上午我们这个 topic 会给大家去介绍在软件供应链安全如何用 Key Vernal 和 Notation 两个 CNCF 项目去确保软件供应链安全，然后结合 GitOps 这样的一个方式去确保软件供应链安全。然后我的 co-speaker 舒婷，我会邀请她先自我介绍一下。大家好，我是赵舒婷，可以叫我舒婷。我是Key Vernal 的 co-creator， and 现在是 Key Vernal 的一名 maintainer， 同时在 Nomada 担任 staff engineer。很荣幸今天来跟 Feynman 一起来发表这个演讲。谢谢。我叫朱鸿飞，然后我英文名还有我的 GitHub ID 那些Twitter 那些就是 Feynman 周。然后我现在是在微软做产品经理，然后也在负责 Notary Project 和 Auras 这两个 CNCF 项目的这个 Maintainer， 然后还有一个 Ratify Project 是做这个我们软件供应链安全验证的一个环节。然后我们今天的 topic 主要会去分享下面这五个agenda， 这五个 topic。首先第一个，我们会跟大家去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软件供应链安全的一个概念和主要的一个挑战，因为其实在国内软件供应链安全还是一个非常新的一个概念，特别是它的实践和落地在国内还非常的早期， It's very earlyadoption stage。 然后第二个呢，我会去简单的去介绍一下最近的这个软件供应链安全的一些攻击的事件，然后大家为什么要去关注软件供应链安全。第三个呢，我们会去给大家去快速的 go through 一下目前在 CNCF 在我们业界有哪些开源供应链安全的流行的框架和一些好的开源项目，大家可以去试用或者说可以去做调研。然后最后呢，我们会主要的 focus 在两个开源项目，第一个是 CNCF 的 Notary Project 做镜像的签名和验证，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 Key Vernal 一个开放的Kubernetes Native 的策略引擎，来在 Kubernetes 上去做一个验证，然后最后我们会有一个 Live Demo。 OK， 这个图大家应该非常熟悉啊，I copied it from the CNCF Software Supply Chain Security paper。 这个图呢，其实它对比了传统的软件供应链和我们现传统的这个一个供应链，比如说像汽车制造，特别是在一些传统的制造行业，我们的一个产品从原材料的进口或者原材料的一个收集，到最终一个产品的上市，它会经过什么样的流程。其实可以对比来看像食品加工与制造，像汽车，像一些这种传统的制造行业，跟我们现在的软件的生产和开发其实是非常相似的。因为现在我们去写一个软件，我们大概率不会从第一行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去写，所有的代码都是我们自己去写，我们可能要基于一些市面上比较好用的轮子，或者是用一些这种 base image 来开发我们的业务软件或者是我们的开源项目，所以我们可能要需要用到大量的这种外部的 dependencies。 这就意味着这些 dependencies 可能会带来一些不可信的或者是一些带有这种软件漏洞的这些问题在里面。然后下面这个图呢是讲了我们现在当前这个软件供应链的软件生命周期的一个形态什么样子，从依赖的构建，然后再到镜像打包编译，然后再到我们通过 network 去分发，到最终的用户去部署，其实跟传统的生产制造是非常相似的。那其实在现代的这种软件生命周期当中，其实在各个环节都有可能会发生一些安全攻击。比如说在这个 dependency 的阶段，可能会引入一些第三方的依赖，比如说最著名的是两年前 Log4j， 对吧？
当时 Log4j 出来，那各大 IT 公司都是要求，我们是要尽快的把自己的软件打个 patch， 要升级到最新的这个 Log4j。然后呢，在构建阶段，其实也会发生一些这种 CVE 的事件，或者是一些软件安全的漏洞。比如说，在今年四月份 ，OpenAI 它就有一个因为 Redis 的一个漏洞。Redis 它有一个这个软件漏洞，造成了 OpenAI 的 ChatGPT 不同的用户，它能够在不同的这个聊天对话里面看到对方的这个输入的信息，其实也就是这个信息的一个泄露的安全的隐患。所以这个呢，就导致 OpenAI 在当天把他们 ChatGPT 下线了6个小时。其实这个就对全球的用户造成了6个小时的一个影响，对吧 ？ChatGPT 现在用户量这么大，所以当这个安全的security attack 或者是 CVE 的事件发生以后，其实对整个业务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是这种毁灭性的一个打击。如果是电商，如果是想象在双十一或者是在黑五这种时间发生的这种 CVE 或者是发生这个软件漏洞的攻击，那其实对整个业务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大的。其实在北美啊，其实软件供应链安全已经是非常如火如荼，很多公司都有自上而下的一些法律政策去要求。比如说在2021年，白宫是下达了一个这种cyber security 的政策，要求所有的这个软件是必须要去带上它的 SBOM， 然后还有各种各样的政策要求它的软件供应链去符合一定的安全和合规的要求。但其实在我们国内目前还没有这种相关的法案去出台来要求公司怎样去符合一个合规性。但其实我们去看业内的一些调研和报告，比如说我这里给到的是一个新思科技在2023年一个最新的报告，他们采取了1700多份的这个code repository 作为一个样本，然后呢他们发现有45%的这个代码它是包含这种软件 license 这个软件协议的一个问题的，它可能有一些不合规的协议，比如说像GPL V3 或者是像这个 BSL， 大家最近可能知道 HashCorp 改了他们的开源协议，对吧？这个其实就会造成有在你的商业产品或者是在你的这个项目里面用到了一些商业不太友好的开源软件的这种协议，所以你可能立马要去downgrade， 或者说要去换一个另外的，找个另外的替代品。其实这样的事件非常非常的常见，在前几年还有像这个 Elasticsearch 还有 MongoDB 也都有这种 license 的替换，所以这个对业务的影响也非常大。但可能很多企业他并不知道有这么样的一个事件，或者说他并不知道到底他的哪些 dependencies 或者哪些 components 哪些项目里面包含这些不合规的软件。然后第二个就是89%的这些代码它可能包括了一些超过4年以上没有人维护的代码，也就是说你的这些失去维护或者是这些 out of date 的这些代码和项目，它可能会带来一些安全上的隐患，因为你可能有一些 security 的问题没有被及时修复。然后下面还有两个数据啊，其实就是说目前其实有超过91%的这些项目它可能包含这些在过去2年没有任何的更新的这些代码。 OK， 这个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些企业里面可能对这些不合规软件包括不安全的软件的一个检索和及时更新会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刚需。 OK， 然后再看到我们为什么需要软件供应链安全， 我可以再做一个类比啊。如果回到20年前或者10年前，我们移动互联网包括这个Web 刚兴起的时候，对吧？我们左边可能是需要一个 SSL certificate， 需要一个证书去证明你用到的，你作为用户去访问的一个网站它是安全的，它是可信的，对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证书上它为用户提供了它的一个透明的这个来源，就是告诉你这个网站是由谁开发的，然后它是有授信的机构进行了 audit， 然后给你签发了一个这种 CA 的证书来证明你的这个网站是授信的。大家如果去打开一个网站，然后在左上角去点那个一个小手的 icon， 你会发现它里面会包含这些 certificate 的信息，也证明你的这个网站是来自于一个授信的企业提供的服务。那这样的话你就敢去看这个网站，包括在这个网站上去进行消费，对吧？
然后如果这个网站是一个 HTTP 的，或者是它没有一个一个真实的可信的证书，那它可能会在下面有一个 not secure 的 icon， 那你可能知道，哎，这个网站我不能去用。那类比到我们现在的这个 image 啊，类比到我们现在这个原生的时代，那我们的这个 image， 你怎么去确保你在 Docker Hub 在 GitHub 上去拉的这个 image 它是安全的？其实这个很难去判断，对吧？因为你单纯去看这个 image 的 tag， 你或者是看它的 digest， 你可能没法去判断这个 image 就是安全的。虽然可能 Docker Hub 它现在最近提供了一些安全扫描，但它可能除了这个漏洞的扫描分析以外，它可能还有其他的问题，比如说它可能没法去把含有 log4j 的这个 image 扫描出来。所以像现在呢，就有很多的这个 image 它会去要求 image 的这个开发者去带上一些其他的信息，比如说像 signature 呢，其实主要就是证明你的镜像，你的软件它是可信的，然后它是真实的，它是来自于一个授信的机构开发出来的。然后第二个呢， SBOM 这个东西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听说过，它就是软件的物料成分表，就好比我们在食品上看到的一个食品加工成分表一样，你有哪些依赖构成你的软件，其实在这个 SBOM 里面都能看得到。然后还有像这个 Vulnerability Scanning Report， 它可能你可以用像 Trivy 或者是这些其他的扫描工具去扫描你的软件，证明你的软件是没有安全漏洞的，然后把你的这个报告给附着到你的 image 上面，然后一并分发到这个容器镜像仓库，来证明你的软件是没有漏洞的。然后还有像这个 provenance attestation， 像现在业内比较流行的 provenance attestation 的方案 inTotal， 大家可能或多或少听过，它是证明你的软件的来源是真实的，然后是它是怎么样被生产出来的。最后呢是这个 image lifecycle metadata， 就证明你的软件是实时的最新的，没有过期的一些镜像。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去看一看，如果我们要去提升软件供应链安全，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follow 怎么样的一个 practice 或者是一个实践，来提升我们软件供应链安全？我觉得可以从两个方面去介绍。首先，业内有两个比较流行的 framework。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微软在去年开源的一个叫 S2C2F。就是软件供应链安全消费者框架，它是面向最终用户的。所以如果是你们公司是一个这种软件供应链的一个主要是用户的话，你可以去看一看左边这个。然后右边这个呢是 SELSA framework， 它目前是在 OpenSSF 下这两个 framework 其实都是在 OpenSSF 开源安全软件基金会这个底下去孵化。然后 SELSA 呢，它就强调从软件的生产来源、构建、打包和最终的到消费者这边去部署，它是强调一个全生命周期的一个安全的理念。然后呢，它也有很多这样的实践去提供给不仅仅是消费者，还包括这个组织。然后呢，我们今天讲的另外一个项目 Kiverno 也已经全面的去用到了 SELSA 来确保他们的供应链安全。然后我接下来会把话筒给 Kiverno 的 Maintainer 舒婷来介绍一下。好，谢谢 Feynman。这里我们讲到这个 SELSA framework 在 Kiverno 这个 project 里也是实现了一个N-to-N 的一个包裹，从我们看到这个 source controlled Kiverno 要求 contributor 来进行 DCO sign off， 然后在整个构建 build 和 release 的环节， Kiverno 是通过 GitHub action 来进行 Kiverno镜像的签名，然后同时呢在release 的过程中，在我们 build image 的过程中也会 generate provenance attached to 这个 Kiverno image， 那么在最后 packaging 的环节 deliver 到end user 的这个手里的之前呢Kiverno 也通过 GitHub OpenSSF scorecard 然后来进行一个对 dependency 进行一个 periodic 的 scan，来保证我们的 dependency 永远是没有 CVE 漏洞的。然后定期我们会收到一些 dependency 的报告，然后会提醒我们及时的去 bump 这个 dependency 的 version。那么我们这里看到，其实在 CNCF 的整个生态系统中，关于 security 提供的这个工具还是非常的丰富的总有一款总有一款适合你。包括我们已经毕业的项目 Open Policy Agent。
针对 Kubernetes， 他们有 Git， OPA Gatekeeper， 然后包括这里的 Falco， 它进行 runtime scan in total， 当然还有我们今天两个重点项目 Kernel 和 Notation 啊。这里我们在着重介绍 Kernel 和 Notation 之前呢，我先给大家来进行一个快速的分类，在这个整个开源环节中，如何对你的供应链进行这个安全扫描。当然最经典的应用场景就是对镜像进行签名以及验证，这里我们提供的项目呢有 Notation Cosign， 然后呢就是这个 OCA Artifact Distribution， 你可以用这个 ORAS 啊 Crane 啊来 inspect 你的 image 这个镜像。那么谈到 Kernel， 我们知道它是一个 policy management， 也就是 Kubernetes 的策略引擎，当然还有刚刚提到的 open policy OPA gatekeeper， 还有对你进行 runtime security scan Falco 和vulnerability scanning， 这里我们可以用到 Trivy， 还有一些其他的工具。所以说整个开源系统的对于这个 secure你的 software supply chain 是这个工具提供的是非常丰富的。那么接下来我们重点看一下今天的两个明星项目啊 ，Notation 和 Kernel。首先我们来了解一下什么是 Kernel。我作为一名 Kernel 的开发者啊，对它还是比较熟悉的。它首先是 Kubernetes 原生的策略引擎，也就是说，比如说你熟悉 Kubernetes native 的 resource， 那么对于 Kernel 它自己 manage resource， 包括 Kernel 的 cluster policy 或者是 policy report， 它都是Kubernetes 的 CRD 来进行，你可以对它进行一个无缝的转换啊，就是当你在定义这些 resource 的时候，你可以沿用 Kubernetes 的风格。那么你可以看到 Kernel 其实现在的这个社区也是在蓬勃发展，我们拥有超过2300名的 Slack members， 然后在我们的 policy pool 里面有将近300个 sample policy， 这样我们的 end user 就可以来就相当于这个整个库还是非常丰富，你可以找到任何你需要的这个 example 啊。那么Kernel 主要的 use case 呢，它是帮你 eliminate misconfiguration， 也就是对于那些配置来进行 either validation 啊，或者是对这些配置进行一些补丁，我们所说的 patch 或 mutation。 当然基于这个policy application 的结果呢，它可以来对你的 incoming admission request either 进行 block 或者是audit 的一个动作。 block 的意思就是当你在对 Kubernetes 发送一个请求，比如说你想要部署一个 pod， 那么在这个时候如果它 violate Kernel 的 policy 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帮你来拒绝这个 pod 的申请。如果你需要一个 self control 的话，那么我们可以对它进行一个产生一个报告，然后让你对它有一个历史的可以查找的记录。那么我们来简单看一下 Kernel 的整个 architecture， 它最经典的 use case 呢就是作为 admission controller， 也就是 Kernel 利用了Kubernetes 的这个 webhook 来对你的 incoming request 做 mutation validation。 然后在这个基础之上呢， Kernel 还可以对你 existing 就是已经存在的 resource 进行 background scanning，然后生成刚刚我说的 policy report， 然后对你的所有的安全漏洞啊，和你deploy 在 cluster 上的一些 policy 进行一个 periodic 的 background scanning。 另外还有如果你不想把 Kernel 跑在你的 cluster 里，我们还有 CLI 可以让你对你的 static file 进行一个 validation。除此之外呢， mutation 也是一个generation 也是一个非常经典的 Kernel 的功能，它就是在 mutation 和 validation 的基础之外，它可以帮你生成 Kubernetes 的 resource， 这里包括 CR 就是 custom resource。 所以整个 Kernel 是 Kubernetes native 的一个策略引擎。好，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这个 Kernel policy 到底是长什么样子啊？它作为一个 Kubernetes 的 CR 呢，你一个 policy 里面可以包括一到多个 rule， 也就是这个准则规则。在你每一个rule 里面呢，它可以进行matching resource 的一个声明，比如说你这条 rule 要 apply 到你的 pod 上，或者是 pod controller， like deployment stateful set and other resources。 所以这里 match and exclude 是用来帮你做出选择，来表明这个 rule 是到底 apply 在什么样的资源上。那么最重要的就是这个
这个 rule 的 body 的环节，我们支持 validate, mutate, generate, 还有镜像的验证。这里你可以从四个里面选择任意一个来 define 到你这个 rule 里。如果你需要另外一种another rule type, you can define in a different rule within the same policy or different policies. 对，那接下来你看到的是一个 Kubernetes 的verify image 的一个 policy。这里你看到它重新就 reuse 了 Kubernetes 的metadata like API version and kind. Here the kind is cluster policy, 就是define 这个资源的类型。那么 metadata 你就可以给它一个名字，因为这里 cluster policy 是 cluster wide resource, 所以你不需要给它 namespace。那么在接下来的 spec 环节呢，也你可以对整个 policy 进行一个声明，也就是比如说你看到第一个 validation failure action, 它是可以来控制你的 request, 你到底是想要 block 它，或者是对它进行一个 soft control, 也就是 allow 它，并且对它产生一个生成 policy report。 然后接下来的两个 setting 呢， webhook timeout 和 failure policy, 它是可以直接 reflect 到 webhook configuration, 也就是 Kubernetes 的这个 resource 的配置上的。那么接下来我们看到的 rule body 呢，第一个首先你要给它一个名字，然后接下来就是我说的你需要选择你这个 rule 到底是 apply 到什么样的 resource 上。这里你可以看到 Kubernetes 这条 rule 是我默认它，就是我 define 它 apply 到这个 pod 这个 resource 上。那么我对这个 pod 的这个 image 来进行这个签名的验证，这里我这个 defined type 是 notary, 也就是说我的 image 是用 notation 来进行签名的。那么这里我给它一个 certificate, 然后希望 Kubernetes 来用这个 certificate 来帮我验证这个签名，来保证这个整个供应链的安全。所以这就是一个很简单的 Kubernetes policy, 我们后面会在 live demo 看到整个 policy 是怎么样 applied。 那么接下来我们让飞曼来介绍一下 notation 这个 project。 刚刚其实 Kubernetes 它做的一个主要的事情是做 verify, 它可以 verify 任何的东西，不局限于 signature, 它可以 verify SBOM, vulnerability scanning report, 就是这个漏洞扫描报告，还有任何的这些跟软件供应链安全相关的这些制品。那接下来我讲的这个 notation 是做镜像或者说做这个制品签名的一个方案，它也是在 CNCF incubating 的一个开源项目。然后呢它提供了像这个开放的标准，我们有一个 spec, 然后我们是基于这个 spec 去实现它的 CLI, 这个 CLI 的工具最右边我又放了一个截图，它有一些比较好用的易用的这个 CLI 的 tool。 然后它还提供 library,如果你需要在企业内部去构建自己的 CLI tool, 或者是跟已有的这个 PKI 的设施去做集成，其实也可以利用我们的 library 去做一些事情。那其实 notation 它的功能非常的简单，也非常的直观，它主要就是做签名和验证。签名它就是去生成一个这种标准的 signature 的文件，它是符合 OCI 这个OCI 规范的，然后也就意味着你可以把你的 signature和你的 image 一起存在这些OCI registry, 比如说像 Harbor, 或者说像这个Azure 的 Container Registry, 阿里云的或者任何这种 OCI 符合 OCI 规范的 registry, 你可以一起去把你的镜像和你的 signature 去做分发。然后它还提供这个验证的功能，验证的话它可以去根据它的一套这个 trust policy 去定义来自于哪个软件镜像仓库的 image 可以被验证，或者说来自某一家公司，比如说微软生产的软件它能够被部署，那另外一个公司生产软件它不能被部署，或者说它可以指定这样的一个软件的来源在你的 trust policy 里面。然后最后呢 notation 它还可以去跟一些流行的 CI/CD 的方案去做集成，然后我们其实也已经做了一些深度的集成，像 GitHub Actions, 我稍后会去 demo 一个 GitHub Actions 的 sign 和 verify 的 demo, 结合 Kubernetes, 然后也会去演示在FluxCD 当前比较流行的一个 GitOps 的方案去演示。然后目前Notation 这个项目呢是有来自主要的一个贡献者是来自于 AWS 和微软 Azure 两个大的云供应商，虽然在商业上在竞争，但是我们在 community 在一起合作，在一起去打磨这个开源项目，同时它又回馈到我们各自的这个云上的这个商业产品里面。
然后还有一些开源项目，像 ContainerD、Harbor、Vanify、Docker 这些，其实都在用 Notation 去做签名和验证的事情。好，那我们的一个前期的介绍就看完了，我们就直接到这个 demo 吧。因为可能前面讲了这么多概念，我觉得到 demo 可能更加直观一点，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会更多 focus 在一些细节上面，去把一个 demo 给大家演示完整，就从在 K8S 上做镜像的签名生成这个 signature， 然后再把这个 signature push 到一个 registry， 我们是用 GitHub 的 container registry 作为一个示例，然后最后呢在下面这个部分呢会把这个 push 过去的这个 image 还包括它的 signature 它的这个镜像签名做一个验证，然后确保我们只有被一个合规的有一个合规的 signature 的镜像可以被部署，如果它没有被签名，那这个镜像就不能被部署，一个很简单但是有很直观的 demo。 然后我们签名在上面这部分签名这个环节会用 GitHub Actions 去完成，然后下面这个验证在 K8S 的部署前期这个验证会用 FluxCD 去完成，就两套不同的 CICD 或者是 GitOps 方案。好，那我们现在切到我们的 demo。 首先我这里是有一个这个 workflow 的文件，这个是直接调用了我们在GitHub 上去发布的一个 Notation 的 GitHub Actions 去做 Sign and Verify 的操作。那这里我可能暂时先不过细节，我回头再过来看，但核心就是我们可以用我们的那个 Notation 的 GitHub Actions 去做 Sign 和 Verify。 好，那我这里随便改点东西来 push 到我们的远端，因为我们的这个流程是把它设置成 on push 来 trigger 我们的 workflow。 那我们就改一下这个 readme 吧，我就把这个加一行。我就随便改一个地方，然后保存，然后我把它 push 上去。那我们刚刚把我们的这个 workflow 给做了一点点小的调整，因为我们的这个 trigger 的 event 是设置成了一个有一个 push， 然后我们就会自动的去 trigger 这个 GitHub Actions workflow 来做镜像的签名。签名完成以后呢，它就会把这个 sign 过的 image push 到 GitHub 的 container registry。 那我们稍后呢在GitHub 的 container registry 就能够看到我们这个被 sign 过的这个 image， 包括它的 signature 被 push 到这个 registry。 我们现在到这个我们对应的 GitHub 仓库去看啊，大家可以稍等几秒钟。在等待这个间隙呢，我可以再顺便说一下，就除了在 CICD 当中去用 notation， 其实 notation 如果在 terminal 在终端里面其实也可以直接去用，刚刚我有一个地方演示它的这个 CLI 对吧，其实如果在这个 terminal 里面去 sign 这个 image， 它的流程也非常简单。首先你可以用 notation key add 去添加一个你自己的一个 key， 一个比如说存在你的自己的一个 key vault 里面的一个 key 来去做一个 signing 的前置条件，然后完成以后呢就可以去做signing。然后这里其实我们已经把这个 sign 的 workflow 给触发了，那就可以看到它其实主要就做三个事情。第一个事情是把 notation 在 GitHub Actions 里面装上，第二个事情是去登录这个 GitHub， 然后因为我这边是用的一个 Azure Key Vault， 我的 key 是存在了，我的 key 和 cert 是存在了我们的 Azure Key Vault， 但其实你也可以用其他任何的这个 Key Vault 的 solution， 比如说 HashiCorp Vault、 AWS 的 KMS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开放的这种 vault 去存你的 key 和 cert。 然后呢第三件事情呢就是去用我们的这个 key vault 当中的这个 key 去做签名。这里其实如果刚刚这里签名过后呢，它就应该是会去生成一个这种 signature， 然后会把这个 signature push 到我们对应的 GitHub Content Registry。 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 GitHub 的 Content Registry， 然后去看这个 signature 是不是有一个叫 signed 的一个image 的 tag 被 push 上去，然后还有一个它关联的
一个 signature 也被 push 上去。OK， 这个是一分钟前我们 push 的，我们有一个 signed 的这个 image。那这个 image 呢，如果我们去用 notation 的命令，比如说像 notation list 去看它的这个结构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因为有这个 reference API 的一个支持，它是能够去看到这个 image 它依赖的或者说它附带的这个signature 的。那我们用这个 notation 的命令来演示一下 notation list 加上这个 signed 的这个tag， 我们就可以看到它是底下带了一个这个 signature 的。 OK， 那既然我们已经有了这个 sign 过的 image， 那我们就可以去在CICD 当中去验证我们这个 sign 过的 image， 看它是不是能够被顺利部署。我们还会去验证一个没有被 sign 过的，看它能不能够被 key vernal 给中断它的一个请求。那我们接下来把时间交给舒婷。好的，我们刚刚看我们实时 generate 了一个 signed image tag 啊，那我们这里已经设置好了 kernel policy， 我们来简单看一下这个 policy 是干什么的。OK， 这里是我们刚刚看到一个kernel policy 的 definition， 我依旧 match 的是 pod， 这里我给它attached 了这个 certificate 是用来做 image verification。那么这里我选择 image reference， 也就是刚刚我们 push 的那个 image， 这里的 wildcard， 也就是说我让这个 kernel policy 可以来 verify 任意的 image tag 或 image digest。 所以在within 这个 policy in place 的情况下呢，我们就来简单的做一个测试，就是我要在通过 kubectl 来创建一个 pod， 然后 run 的是我们刚刚 signed 这个 image。 这里我用了一个 server side端的 dry run 来保证它不会影响之后的 demo。 如果我们执行这条命令的话，你可以看到我这个 pod 被成功的 create 了。那如果我们把这个 image tag 变成 unsigned 呢，再发送这个请求，你就可以看到 kernel policy block 了这个 pod creation， 因为你的这个 unsigned image 并没有 signature associated with it， 所以 kernel 对它进行了一个 block。 这里我设置的也就是刚刚说的 failure action 是 enforce， 也就是说我要 block 我的 pod creation。 那么flux 在这里有朋友可能问了啊， flux 到底在哪里啊，然后我给大家展示一下，其实我 flux 已经装到了我的 local cluster 上。给我一分钟 ，flux system， 对，我的 flux controller 已经 in place 了，并且我也 create 了一些flux 的这个git repository 和 customization。这里你可以看到我有 kernel controller、kernel and kernel policies， 也就是说我整个 kernel 的环节都是通过 flux 的这个 gitops 来设置的。那么我现在对我这个远程的这个flux 来 sync 的这个 repo 进行一些改动，比如说我们把这个 verify image 的这个 cert 变成一个 invalid， 这是我们刚刚在 cluster 里看到的 policy。 我来 comment 一下这个 cert，然后我这里有一个 invalid cert， 我们把它 push 到远端的这个 repo 上。我远端的这个repo 是通过 flux 来一直watch 这个 integrate flux 的这个 branch。 那么我对这个 repo 进行一些改动之后，我期望的是 flux 看到了这些改动，并且把这些改动sync 到我的 cluster 里。那么刚刚看到的那个 policy， 我们有这个是一个合法的 cert。 那么在它 flux 进行这个 sync 完之后呢，它会变成我们刚刚 push 的一个 invalid cert。 那么我们再 create 刚刚 signed 或者 unsigned image 的时候，我会期望 kernel 给我 report 一个这个 image 这个 certificate 是不可以用来 verify 这个 image， 因为它不是签名的时候的 certificate， 所以它可能需要一点时间。我们来看一下等这个 flux对它进行一个 synchronization 的操作。
好，我们现在看到我刚刚做了一个这个 kubectl get simple dash o yaml 的一个动作啊，然后刚刚一长串的 set 已经被我们改成了这个 invalid set。那么在这个时候，我如果再创建刚刚的那个 signed image， 这里是 unsigned， let's quickly change that。如果我再跑这个 signed image， 那么发送这个请求之后，我会看到 kernel。报错了，这里说你的这个 certificate 并不 match 你在签名的时候的这个 certificate， 所以我即便你用的是 signed image， 我也会对它进行 block， 同理可以 apply 到这个 unsigned image tag。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 demo， 用这个 GitHub action 来进行镜像的签名，那么用 kernel 结合 flux 来进行一个验证。它的好处就是在于你比如说你有一到 n 个 cluster，你对你的 repo 进行改动，它可以 sync 到你所有的 downstream cluster 里，这里不需要你再手动配置，那么它一切都是 automated， 所以为我们就是进行了一个 improvement 吧，可以这么说，来减少了一些人为的工作量。好，那大概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所有内容。如果大家有问题啊，或者是对我们项目感兴趣，这里是 Kernel Notation 和 ORAS 的website， 大家可以去free browse it。And then 这个是我们的 WeChat， 如果微信，如果大家有一些有感兴趣的 use case， 或者是任何你想跟我们分享的 story， 都可以加入这个群，然后让我们来了解你的故事。接下来我们到了 Q&A 的环节，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有问题 ？OK。好，谢谢。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就是我看到了一个公司要的一个配置，在我的这个 Kernel 的这个 CRD 里面，这个 Pod Resource 里面，我想问一下，因为我的公司要可能是做 Rotation 的，我想问一下，如果我将来做 Rotation 的话，那我的公钥是每一个 Pod 的 Policy 我都要重新写一遍吗？重新把这个 Public Key 去替换？哦，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我们今天 demo 的是embed 到这个 cluster policy 里，那么你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 tool 来把你的这些 certificate 写到 Kubernetes 的 secretly 或者是 config map 里。 Kernel 可以进行 API lookup 然后调取它的 certificate。 如果你不想进行这个操作的话， Kernel 也提供了这个 external 的 API call， 你可以远程去look up 你的 certificate， 比如说你存在 Azure keyword， 我们都可以对它进行这个 post call 或者是 get 来进行这个 certificate look up。谢谢。第二个问题是 Kernel 和 OPA 的区别是什么？因为我感到它的架构都是一模一样的。这是一个很经典的问题，我们经常会遇到这个问题，因为 OPA 它作为一个 general 的 policy engine。就是策略引擎，它是可以跑在部署在 Kubernetes 之外的任何环境里的。目前 Kernel 还是对于 Kubernetes 云原生，所以它是 run 在 default 是 run 在 Kubernetes 的 cluster 上。即便我们有这个 CLI 啊，有这个 playground 可以让用户来进行一个 off cluster 的一个 try out， 但是它的最经典的 use case 还是跑在 cluster 里。另外呢 ，Kernel 和 OPA Gatekeeper 的主要区别是Gatekeeper 它可以用于 validation mutation， Kernel 在这个之外呢，它有 generation， 刚刚我说的你可以生成 Kubernetes 的任何 resource 包括 CR， 你可以对你的cluster 进行 scanning， 还有我们的 image verification。 所以对于这两个的对比，我只能说 Kernel 可能对于Kubernetes 的开发会更加全面一些。我们大概时间到了，如果还有问题的话，就欢迎大家加入那个我们的 WeChat 群或者是 Slack channel， 来进行交流。好，今天大概就这样，谢谢大家。